同学们，新的学期开始了，咱点个名，我念到名字的人报下学号。白灯290，川普214， AK 47，马龙老5， Windows 2000， AKB 48， iOS 14.2， 老铁666，赛博朋克老师他没来，又跳票了。好，人来的差不多了，这次班会我们的任务就是竞选出总统。老师您嘴瓢了，我们一个初中班不应该选班长吗？是选班长，但是咱学校厕所总堵，班长的任务就是拿着皮揣子桶，简称总统。老师那这简称也不老太对的，照您这么说，总统不成搅屎棍子了吗？啊，好像也没毛病。有同学想参与竞选吗？好，我看到白灯同学和川普同学举手了。哎，那个侃爷同学把手放下，瞎凑嘛热闹，这是你能掺和的事儿吗？后面站着去。呦呦呦 ，Take easy， 老帮菜。今天我举手竞选，你让我去罚站，有意所以你没把我当人看。咱班的人是千千万万，凭嘛就搞针对，让我滚蛋。要我说你这人其实就是酸，羡慕我有对象还配着大个屁股蛋 skr 玩蛋去。为嘛让你发散心里没点数啥？人家俩家长一个送彩电一个送冰箱，你呢送我两箱叶子。一开始我还挺高兴，心话说鞋也该换了，哪知道是他妈真叶子，到现在还没喝完呢。为了开叶子，家里菜刀都奔坏三把了。哎，老师注点意，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好，那白灯川普两位同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叫白灯。我叫川普。我77。我75。我属鸡。我属虎。我是共和。我是民主。我打瞌睡。我跳大舞。我定会领先。我绝不落伍。你在撕裂我们班。你要让同学吃二茬苦。停停，让你们自我介绍，怎么还演上小品了呢？咱这是班会，不是联欢会。行了，各位同学给新松的总统投票吧，让内华达同学唱票。内华达同学来了吗？老师，我学号是250。